范公，你的药都下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起到一点作用？眼看嬴荡已登上王位，再不想办法，我们就都没有路可走了。现在还没到不可挽回的时候呢。 可是如今的局势，难道我们要起兵夺位不成？娘娘，鄙臣倒是有一计，不费一兵一卒。哦，拜见大王。列位以后。 就是寡人的左膀右臂了，以后列位随寡人共谋天下。来，随寡人喝了这一杯。臣等誓死效忠大王。大王英勇神武，如今天下没有哪位君王能与大王您相匹敌呀。说得好，大王武艺超群。 力大无比，臣等膜拜不已。王兄，早就听闻大王的臂力千钧，只可惜臣弟却从未亲眼见识过大王的威武神力。哼，我秦军攻破了宣阳，直入洛邑。 从周天子的太庙里带回当年大禹所筑的九鼎，今日寡人高兴，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大王，相传此九鼎乃大禹治水后。 收取天下九州的俸金所铸成，每一鼎则为一周，九鼎便是天下。今日托大王之福，才有幸得见。此鼎下传于商，商传于周。寡人将九鼎迁入咸阳，用近百头牛来牵载，也不知这鼎究竟有多重。你们二位也是力气过人的猛士，可否举起此鼎啊？ 此鼎怕有千钧重，臣实在是举不动了。九鼎所在，乃天下之所在，天下之重，又岂是你们所能举得起的？大王，这鼎太重，大王万圣之躯，怎可贸然呢？混账！ 大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。
王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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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武功盖世，却因体力不支，举鼎而亡。大王！大王！大